个咖啡师，就是你坐上去以后哈、啊，你花50块钱，他坐起了啊，差不多五分钟哦，一站到瀑布的所在。你今天有去瀑布吗？哎，可以到瀑布这边看这个瀑布。可是因为这次台中啊，它在中段这边哈、啊，那个整个路基跟那个地都那个讲公路都掏空了。所以它就是在维修中，所以台车目前没有办法走。那缆车的话是它有在行驶，可它自己基本上它的乐园这次也是有一点受创，因为这次台风那个雨势实在太大了，所以整个对我们屋来讲 是有一些受伤害。那唯独呢，你们今天到了这个西螺岸这个山区，它没有什么灾害，嘿，都是溪仔边，住在溪仔边，这两边的人，影响比较大，那基本上这边没有。那我们乌来是由五个里共同组成的一个区域，我们现在100年的时候升格叫乌来区，以前我们叫乌来乡。乌来区跟乌来乡大家较好听，乌来乡乌来乡就讲那个风景很漂亮，依山傍水，讲乌来区好像就是你们台北什么西堤区啦，哪里区那个就是水泥的感觉哈。啊，没办法，它就升格，所以我们就是这样子哈。那我们的人口大概6100多人，啊，来又看卖咧，我的原住民泰雅族差不多偌济啦？6000。无啦，我拢种到6000多呢，嘿，拢种到6000多人。一个里就1200人。啊，1200，我说一个里啊。一个里啊，没有到那么多，乌来里人比较多，其他的外围的就没有。你说6000多人分为五个里啊？好，分把它除以5个里，是不是？我们没有那个住的那么平均，多了一点啊，3000都是汉人的比例，所以原住民大概2600、2700左右。哦，里面。全部含在对，2000多人而已。虽然他是，乌来是原住民的原乡，可是他人还是比较少，汉民族还是比较多。汉民族比较多。啊，不过呢，温家是三地的行政区，所以哦，温的区长哈，一定要原住民，一定要原住民哈。你是汉民族，你在那边住了10代8代拍谁哈，你就是不能选，就是一定要原住民才可以去选那个地方首长。那我们今年，我们以前是升格的时候是区长是官派的，可是我们从去年1129的时候，我们就用民选的，所以我们可以选我们的区长，可以再选的。这是我们乌来大概的一个景点哈。那我们乌来是新北市里面土地最大、人口第二多的一个地方，所以你来玩一次哈。像你们今天就是大概玩这边跟这个。缆车这附近嘛，瀑布附近，其实还有很多，像这个孝义这边哈，还是这个信贤啊，还有那个福山村，那个都还没有办法进去，有进去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所以下次有机会可以去。那其实我们即将登场最漂亮的美景快开始了，樱花，乌来的樱花非常多，所以过年的时候你可以来乌来这边哈，就近，像你们今天去的西螺岸路两旁就都是樱花树。就很容易看得到樱花。后来，人家。